作为上海时装周开幕活动及 TOP 100全球设计师联盟首秀，外滩时尚盛典于3月27日震撼登陆上海国际时尚中心，现场明星艺人 KOL 等星光熠熠，欢聚一堂。当晚秀场内座无虚席，盛会由上海著名主持人林海、斯文佳主持，意大利女星邦女郎 Maria Grazia、 辣妈女星叶一茜、实力歌手尚雯婕、著名演员胡军、胡静、徐杰尔、泰国男星 Mike、 吕嘉荣、郑希怡等27位明星亮相红毯，到场祝贺。辣妈叶一茜当晚以一套深色系西装搭配礼服裙亮相红毯，低扎的马尾配上长耳坠以及一抹红唇，干练中透露性感，优雅与酷帅并重。胡静则身穿一袭黑色纱裙现身，仙气十足，性感中又不失优雅。白色碎花的点缀给整个造型带来了俏皮感，搭配复古小手包，成熟稳重，充满女人味儿。